陈氏新义浑元太极拳24式。那么陈氏太极拳它根据什么创造呢？它也是吸收了这个天地日月这个混元旋转的道理又结合了黄庭内经、易经、经乐学说、针灸大圣、中医的理论，这从养生上，还有吸收了众家无数精华之唱，而形成这么一个陈氏太极拳。那么两个老先生说呢，古人说呢，就说实际太极拳它突出了混元特别是陈氏突出了缠丝劲儿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混元一体，那么达到了最高的功夫以后呢，也就是一力混元气。那么在恋爱当中呢，叫通七经左八脉就是以肉为主刚柔相济阴阳相合以松肉舒展怨惑缠扰中正不偏，这以这些方面为主。那么气流动全身，发于丹田，收于丹田，说练习太极拳就是以阳为主，练阳结合，你不养你就没有功，没有功你就达不到他这个功夫的威力，是不是？以前嘛，这个功啊都拿来当保守，不传，硬教你拳不教你功，现在我们就是说功拳一起教，不要再贪污了，不要再保守了，要为人类这造福，为中华民族争光。所以现在世界上对这个混元太极拳，中国的太极拳非常羡慕，非常愿意学习，这一样我们的中华民族的国威，在太极拳方面，世界爱好太极拳的朋友们无不伸大拇指。根据这个各地老拳师们来信呢要求编造了混元24式。看来式子不多，24个动作，但是动作起来运转起来，这个拳是比较精炼的比较高深的，不是简单的，由肉到钢，由钢又到肉由缩小变成这个舒展每年改一次。你说你会了不行，当时一样你做不到。所以现在呢，咱们练习这个混元24式呢，虽然看起来式子是比较简单一点，但是呢它的动作这个一心行气一心运神的这个味道比较浓的混元一气也比较浓。所以我们俩是就这个24式太极拳呢，混元24式太极拳呢，要配合着混元气功在一起来。那么它内功呢长得比较快对于强身健体健康长寿这些方面作用很大从各地的反应很好。Thank you.
分式讲解。一，无极起势。无极势站立时，要松肩、松肘、松胯、松腕，周身自然内外六合，顶劲儿要虚虚灵起，腰部放松下塌，命门自然松开，虚心实腹，意沉丹田，如此3至5分钟，待四肢百骸感到荡然无存，气机移动时，再练习起势动作。做起势动作时，要注意意气的运行，心意后引时，内气由下丹田蓄远至后丹田，手随意动，同时后引，心意上膨时，内气由命门出发，循体后督脉上行至2肩2肘2腕，然后2腕领气虚虚上膨，形成膨劲，心意前驱，气贯止稍深挤而成挤劲，心意回引，气从稍端返回2肘，形成捋劲，心意下沉，内气降至丹田，两手领气下按而形成按劲，最后心气一松，气归丹田。二，金刚倒对。做金刚倒对时，要注意右膝是由右拳上提自然带上来的，右胯、膝、脚三节要放松松开，若断若连，毫无捉力，为松气震脚做好准备。震脚时，切不可努气用力，使劲跺踏，不可为追求形式上的整劲和声音，使骨节肌肉紧张，而导致伤骨、伤筋、伤肾、伤脑、伤气、伤身。震脚是松气、松劲所致，是身心俱松的表现。意到气到，气到劲自然到，肌柔而成刚。定势时，复归太极原相，心内一片太和。
三，懒杂一。做懒杂一动作时，要注意胸腹的开合折叠，腰背臂的隐隐后撑，以及两腕的旋转之意。还要做好欲开先合，合之再合的续合式。两臂伸展斜开时，肩肘腕应依次伸展，节节相开。最后，右臂向右展开时，要以腰带手，肩肘手依次伸展，同时要注意臂弯似满月。四，六峰四臂。六峰四臂，两手环形旋绕时，要靠胸腹折叠开合和腰胯的旋拧圆转，这样才能使周身更圆活，气机更流畅。向右下前方斜按时，以右手为主，左手为辅，同时有肩靠、手靠、胯靠、膝靠之意。手到、脚到、身体到、一到、全到，一气呵成。五，单边。做单边式动作时，胸部常常兼有棚捋之意，胸腹同时圆转开合折叠，右勾手伸展时形如抽丝，一挥而就，并与左手对拉相开，左手围绕肚脐旋转，是在丹田内转的带动下完成的。要内外合一，周身一夹。左手开展时，肩肘手依次相开，最后一贯指梢。整个动作意气神行要浑然一体。六，白鹤亮翅。
白鹤亮翅，上合下开时，左手护胸护脸，右手护腹护裆，上下护住中线，左右两肘护两肋。这是对己言。左手暗藏催心掌，配合右脚上部插逼前肩靠，肩靠肘击撩阴掌，前弓后蹬并身道。这是对比言。七，斜行。做斜行奥步时要注意，两手交替斜线运行，接不过中线，左右轮换，而又护着中线，左手运左半身，右手运右半身，而不失中定。以腰带手，以手领腰，腰腹臀胯折叠旋绕，胸腹同时开合折叠。八，提收。提收中的两手上提为提手上势的接引劲，接住对方来势，引笔入圈，贵在精神贯注，神形相合而不留痕迹。收捋时周身沉稳地蓄住劲，而达到引劲落空的目的。虽未发，而意在先。两手按脊，提膝上顶，需同时完成。左膝捧顶，暗藏套风里合腿，腰微按转，劲有几发。九，前汤奥步。前汤奥步里面有一个以闪身法引转来势的动作，一退一转，一引一缠，而引进落空。右腿屈膝上提时，塌腰脸臀合裆，周身凝果相合，上下一起到落步进逼，七身进，
上经下曲，西棚顶。上经在两手，左手为彩手、合手、擒拿手，右手为坡面催心掌。下曲在西顶，胸腹中堂行，审时度势，理合腿，心意如游龙回旋，身形似弹簧缠绕而连绵不断。十，眼手弓垂。眼手弓垂，右脚震落时，不可努气用拙力，全在松气震落。在最后出拳之前，左手食指的方向和右拳蓄势的方向，以及眼神心意所住之处，要三点成一线，才能有地放矢。左手前眼为接近，右拳屈曲为蓄进，随屈就伸，阴阳互变。拳到肘到，意到气到，劲到。出拳时要肌柔成刚，切不可努气用力，也不可以力代气。稍领中随根节催，拧腰转胯起于足。他不是人一个样子，他可以一手分八手，88分64手，他变化。我们今天不能说那么多的变化，只能说简单的用法。啊，这个跆拳呢，更重要是功夫。什么叫功夫啊？练就自身的电能、磁能、气能。这三者合一就是功夫，没这三种能耐，光招数没用。比方说严世洪拳，是不是？严世洪拳，你看他练的时候，啊，他是这样，这是严世洪睡，啊，在这里头有很多的动作。比方第一个动作，他拳来了。是吧？这就是第一个动作。啊，第二个动作呢，他是在一应他，一切。啊，打拳来啊，这一应，这一切。嗯，这就是第一个动作。十一，劈身锤。劈身锤为大转身法，右手先松落，为承接来势引进落空。右转旋绕一大圈时，应圆活无凸凹，并有肩靠、肘靠、臂靠之意，暗藏踩手和切掌。辅以右脚理合腿法，腿手并用而令对方扑跌。此手法之巧，权杖身法的上下配合，转关在腰，周身上下左右，
须一齐松沉果核，续住劲。两手节节抓臂握拳，而有抓筋拿脉之意。十二，背折靠。背折靠时，腰背拧旋而开，胸腹拧转而合，即前合后开。腰要开，胯亦开，裆要圆，则腰背自然开圆。左肩和右肩相合，左肘和右肘相合，左拳和右拳相合。他打拳来，是吧？这拳在这儿打过来，啊，这走，你看，这是背这，就这一来这么一靠。十三，青龙出水。青龙出水一式，有多次腰的左右转换，每次转腰都要浑圆自如，回环旋绕，连绵不断，即无凹凸，也不间断，才能形似青龙出水般盘旋绕转。在用法上皆为连环法，上有连环左右垂，下有指垂连环出，上打头部，下打阴，上经下取，不离中。十四，双推手。双推手势中，左右手先各缠绕一圈，右手缠绕一大圈，左手配合丹田内转一小圈，腰腹臀胯同时旋绕，以外动领内动，以内动带外动，内外合一，周身一夹，胸腹同时开合折叠而鼓荡内气。合手前几时，两臂抱肩合肘，要与腰背圆撑配合，上下相随，周身相合，才能形成左蹬右弓合手挤，周身一夹身前拥之势。十五，三换掌。三换掌是在身法中定的基础上
进行前后左右的虚实转换，重心在右腿，虚实变化在两腰肾，左手为阳，右手为阴，左肾为阳，右肾为阴，在内则内患，在外则外患，阴阳开合而又互为其根，运化全在胸腹间，胸腹开合折叠而阴阳两气得以运转。这是一手，这是啊，这上来以后呀，你慢什么啊，这是一手，这是啊，要在这儿一弄呢，啊，要在这儿，这是都属于上掌之内啊。再说，先点一下，点上掌，打的这正啊，这是上掌在这儿，嗯，点一下。在这儿呢，切一下呢。十六，倒卷弓。倒卷弓，右拳沿后上前下的力圆轨迹绕转时，右手用意节节抓臂而成拳，暗含抓筋拿脉之意。左手立掌护于体前，与腹前的右拳上下照应，上经下取，右拳随势弹击对手当腹部。后撤时，后撤之脚如履薄冰，定势时，前手臂弯如弓，身虽后倚而意在前，自然中定平准。卷弓时，以一旋腕转膀，逆缠开展，顺缠卷收，总要松活柔顺，圆转连贯。十七，退步压肘。退步压肘，做单双臂磨盘缠丝圈时，臂以肘为轴，身体以腰为轴，两腿以膝为轴，上中下同时磨盘旋绕，并与胸腹开合折叠相配合，三轴同旋而形成周身一家的磨盘缠丝圈。做右压肘试试，要注意两臂抱肩合肘，两腿开胯圆裆，腰背裹圆，周身相合。右脚弧形后撤时，脚掌贴地如履薄冰，要细心体会脚下的感觉，身体右转，后倚下坐，要沉稳凝重，安如磐石。啊，就压，往这边是靠，哎，一个是往这边压一个，啊，这是退步压肘的。十八，中盘。中盘做上合下开式时，右脚震落应松气松腿震脚，不可努气用力跺踏，左脚开步应顺遂自然，好像是被右脚震弹出去似的，左腿同样要放松无着力，形成左转侧斜双逆双开缠丝圈后，两手上下斜开，和右脚
收拉皆要随伸腰而动，伸到手到，手到脚到，右脚似乎是被左手领带而左移的，右脚要松胯、松膝、松脚，胯膝脚三节若断若连。十九，闪通背。闪通背做两手交错相反运行的上下咧进时，两手左切，左脚右扫，要腿手并用，相反相成，手到脚到，刻不容缓。做倒转身法时，转身应圆活无滞，浑然一体，两手回旋与扣步转身密切配合，也要注意手到脚到身到。最后闪身撤步通背式，两手的翻转与转身撤步要密切配合，一气呵成。定式时应沉着稳健，上下相合，前后相照。闪通背这是一个，啊，他打了以后像这一段，你看，在这儿，啊，我的脚上这儿来，啊，咱俩连起。二十，击地锤。击地锤的近身根部左架右冲拳，要求身拳脚一起到，近整势稳，左臂上架形如拨云见日，右拳前冲恰似开弓放箭，两拳抡臂左右挂绕，接护着体前中线而交替运行，并与左右进步配合好，形成上引下进的击地锤定式。二十一，平心锤。平心锤的前合扣开的双卷弓蓄合式，要做到两肩边卷合边沉塌，两肘相合，两拳相合，此动与后面的前开后合双翻卷的弹抖式，皆要随胸腹开合折叠而卷续翻转，不要单纯追求两臂的弹抖劲。发平心锤时，两腿开胯当圆活，两膝凝钻式相合，两脚踩蹬向下钻，全凭腰胯松活转，左臂螺旋挂肘为急缠急引，右臂螺旋冲拳为急缠急进。二十二，沙腰压肘。沙腰压肘定式时，腰松开膨圆，脊背伸拔椁圆，臀部微翻，两脚有向下凝钻之意，
使下盘稳固，落地生根，顶进领好，当进下好，上虚下实，中正不偏。二十三，当头炮。做当头炮右翻身势时，两旋抡臂翻转，即身体翻转，即右脚的提落，需整体协调，同时完成。两拳前冲时，左膝前弓不过脚尖，右拳伸而不直。拳到，脚到，身体到，左弓右蹬，身前拥，双拳齐发如放箭，目视前方，照顾四旁。二十四，收势。降气收功一般做三次，一趟拳练完，在身体四周会产生一定的气场，应收回到丹田来，以达到养气养身的目的。习练者若能平心静气，专心致志地进行收功的练习，则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神返身中气自回，周身浑圆无极归。练而不收枉费劲，动而复静见天真。